Why not teach me Chinese? Why not? Just a time. We'll teach you Chinese. 你好。Repeat after me. 十。你说，嗯。你看这些大字，枪要往后边。不开枪都死了。你可真聪明，你可真聪明啊！我叫你看看人家都啥字的，没开枪你都死了。都跪着，给他看清。他啥字你啥字，枪响是真。我直溜溜的，我这边看。他咋的？你都不让我说、啊，我这看。他咋死就咋死，一二三，擦，看见了，枪响死，枪不枪响？一二三，擦，你还走两步？我就地死开，我走两步啥？我跪着，我跪着，我让你就地死，你看人家都咋死的，枪响死咋死？就地死，你懂？擦，擦。擦，擦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？擦，是不是？呸！你这配合的啥？我叫你这配合的啥？我让你一枪一死，你三枪都没错啥？太放胆你了，你带出去了，都是一人给你来一枪，你看你都枪。我给他，我给他。我让你一枪死，一枪死，你看人家一枪一死，你懂？啪，一枪一死，看见啪，啪，呸，那呸也不死啊，就是手榴弹呐，嘣，你会死你不死的？你走你个老家伙，来，你过来来，我给你送回去了，你懂？你可不死啊，这老家伙人家死的好，你给我接着送回去，你懂？我接着不算啥了，来。你听话，坐着我坐好，坐着，坐着我坐好，孩子抱着去，把孩子我抱着去，把孩子抱着去，抱紧，你这会死不会死？别叫钱，别叫钱啊！那他死的好，你死不的好了，你别叫钱啊！那我今天都给你。那真聪明了，我撒手，我不甩你了。你说。This Chinese character means 10 in English. This is its syllable 十. Repeat after me 十. 十.